我们讲一下施密特正交化方法，就是 Gram-Schmidt processing。这是我们通过一个线性无关的一组向量，我们怎么样把一组线性无关的向量变成一组正交化的向量？那我们假如说我们的 V1 到 Vn 这是 linearly independent， 这是一组线性无关的向量，我们怎么样去把它们变成一组正交的向量？因为线性无关，用正交的始终是线性无关的，但是反过来不一定对。那这个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样呢？我们先令 B1 就等于 V1， 那么 B2 等于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上一次讲过的这个orthogonal projection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可以写成，那例如说我们令 B2 是等于 V2 减上一个 V2 乘上 B1 除以 B1 的平方再乘上 B1， 那后面这一部分是吧，后面这一部分就是 V2 在 B1 这个方向上的一个投影 projection，那么 V2 减去在 B1 这个方向上的投影，那么剩下的部分一定是跟 B1 是 orthogonal 的，这个是我们上次讲 projection theorem 的时候讲的。那么 B3 等于我们写成 V3 减去 V3 dot B2 再除以 B2 的这个平方再乘上 B2 再减去 V3 dot B1 再是 B 除以 B1 的模长的平方再乘上 B1， 这个那我们可以知道后面这两部分是在 B1 和 B2 所张成的这个平面上的投影，那么把它减掉，减掉以后 V3 减掉以后剩下的部分就是垂直于 B1 和 B2 所张成的这平面，这个我们讲我们在 projection theorem 里讲到的。那么就是这样的一来的话 B3 和 B2 B1 也都是正交的了，那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们的 Bn 等于 Vn 减去 Vn 乘上 B 的 n 减一除以 B 的 n 减一的模长的平方再减，我们直接写成这样吧，写成和号 i 从一到 n 减一，这写成 i。这是 i 再乘上 bi， 也就是说把它先投影到前面所有的这些 vector 所张成的平面里面去，把它投影下去，然后再减掉就是剩下的这个垂直的部分。这是 Gram-Schmidt processing， 这样得到的是一组orthogonal 的 vector， 这是 orthogonal set。 那么我们把这个 orthogonal set 再进一步我们把 E1 是 B1 除以它的长度
EN 是 BN 除以它的长度。那这样得到的，这样得到的这个 E1、E2 和 EN 到 EN， 这是 orthonorm 的 basis， orthonorm set。这是单位的，变成了我们标准正交向量。如果它们是一组 basis 的话，那就是标准正交积了，那是orthonorm basis。那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题，因为这个看起来理论上是不是太难，但是要计算起来就是确实很烦人，有时候要比较繁琐的计算。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组 vector， 我们怎么把它做正交化。 U1 是等于1111， U2 等于0111， U3 等于0011。我们 orthogonal， 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 orthogonal set？那我们刚才的做法 ，B1 就等于 U1， 这是1111。那 B2 等于我们是 B1， 我们先写 U1 吧 ，U 这是等于 U2 减去 U1。U2 dot B1 除以 B1 的模长的平方，再乘上 B1 本身。U2 是0111减去，那么 B1 是U2 dot B1 是3， B1 的模长的平方是4，在B1 是1111，那么减出来负的四分之三、四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这四分之一，这是 B2， 或者我们把它写出来，写成把公因子提出来，四分之一负三一一一，那么 B3。就等于 U3 减去 U3 dot B2， 好 ，B2 模长的平方，再乘上 B2， 再减 U3 dot B1 除以 B1 模长的平方，再乘上 B1。那么 U3 是0011，好 ，U3.B2， U3 是0011.B2， B2， 那么后面两个四分之一、四分之一就是加起来，这是等于二分之一。B2 的模长的平方十六分之一，这是九加一加一加一，十二，那就是十二。over 16，这是负的四分之，我们把这个还是写到外面来，四分之一，这是负三一一一，好，再减去U3 dot B1， 那上面是二 ，B1 的长度的平方是四，好，还是一一一一。好，零零一一减去，那这是二十四分之十六，
24分之4，16除以4啊，24分之4，那就是1/6，这是-3111。好，再减去，这是1/2，1111。-6/3，乘上3，这是1/2，这减1/2，第一个分量就变成0。第二个分量，这是0减6/6，再减1/2，就是2/3，-3/2。好，1减上6/4，那这是1/3，1/3。好，这是 B3。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，实际上是B1 等于1111， B2 等于1/4，-3111， B3 等于，我们可以把1/3写到外面来，0-2111。好，那这就是一个orthogonal 的vector set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把它 orthonormal， 这是一个 orthogonal set。那么 E1， 我们把它单位化，那就是1/4。我看单位化，摩长的平方等于4，那是1/2。好，一二，那刚才是16/12，它的摩长的平方是16/12，所以我们它的摩长在根号下应该是这样子，它的摩长的平方是16/12，所以除一下，这就是12/16。-3，应该是，这个是它的摩长的倒数，那么还要乘上1/4，-3111，那这个是，这两个约掉了，就等于2/3，这是-3111，而 E3。刚才这里还没有算出来，那它的平方9/4，再加1/9，再加1/9，那么9/6根号9/6是它的摩长，那么就是根号下6/9，再乘上1/3，这是0-2111，1/3这个约掉，这等于根号6/1，这是0-2111，所以1/1 2/3是 orthonormal 的 orthonormal set。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施密特正交化方法它的一些计算的过程。